跨年晚会是每年的重头戏，各路明星都会倾力演出，为观众带来精彩的表演。但是今年的跨年晚会却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插曲，那就是美女演员孟子义在与周华健合唱时声音跑调，让人听得难受。这一幕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和吐槽，孟子义也因此登上了热搜榜，成为了跨年晚会的最大败笔。孟子义在微博上向周华健和观众道歉，表示自己真的尽力了，希望大家能原谅他。但是网友们并没有买账，有人说他是故意抢风头，有人说他是不尊重周华健，有人说他是没有实力，只靠脸吃饭。孟子义的形象一落千丈，让人怀疑他的演艺之路还能否继续。其实孟子义是一名有着不错演技和潜力的女星，她曾经在《射雕英雄传》中饰演穆念慈，《说英雄谁是英雄》中饰演雷纯，这两部武侠大 IP 剧让她走红。她还在《西出玉门》《中国机长》《陈情令》《沉香如屑》等影视剧中有出色的表现，也参加了热门综艺《50公里桃花坞海边》，展现了她的多面魅力。孟子义的外貌也是一大亮点，她的五官清秀，肤色白皙，身材火辣，她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的美照，让人眼前一亮。她穿上白色深 V 长裙，露出香肩和美背，性感十足。她对着镜子自拍，展现出傲人的事业线，让人惊叹她的身材比例。孟子义虽然有着这么多的优点，但是唱歌却是她的致命弱点。他在综艺节目里多次跑调，让人觉得他的情商很低，不知道如何应对。这次在跨年晚会上的失误，更是让他的形象大打折扣，让人对他的演艺前途产生了质疑。希望他能够从这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，提高自己的唱功，或者干脆不要再唱歌了，专注于自己的演技，争取成为一名优秀的实力派女星。